哇，出国了，太棒了！苏梅找到了，可以跳下去了，可以潜水了，哇，好棒哦！我们到了台东，台东的长滨乡，然后呢，我们这次寻找的一间民宿，名字叫做春国，太棒了，真的，这个外观是整个就是现代流行的清水模的设计，哦，就是非常有科技感、未来感。然后呢，我们两位就可以包栋了哟。一楼呢，就是有餐厅，有两个房间。可以容纳五位客人，然后也有开放式的厨房。二楼是主人的卧室，然后三楼呢是我们的无敌观海的观景阳台，真的太棒了。那这个周遭跟大家介绍一下，它吃东西也是很方便的哟。之前我有介绍过，有一间私厨料理叫做紫草铺料理人家，一年四季有不同的菜色，还有一间叫做美好时光。那我们就先进去看一下民宿吧，因为太热，实在太热了。我们进去看看。进去吧。小心哦，进门。好，那我们赶快进来。这个是它的玄关啊，有点暗，我先把我的墨镜拿下来好了。这个是玄关，主人还蛮爱看书的。说实在的，他有好多好多书哦，像下午很惬意的在这边可以翻阅我们的书籍。好开心啊！然后我们来看一下，哇，他有帮我们准备点心哎，好贴心啊！这个是他们的厨房，开放式的厨房。先把我的包包放下来，看一下他准备了什么。瞄一下，瞄一下，好热啊！哇，绿豆汤，好棒，我最爱的绿豆汤。这边呢是厨房。然后有面包机，有音响设备，也有微波炉，然后还有这些锅碗瓢盆、酒杯、咖啡机。这边呢是一个很复古的皮沙发，还有这个柜台。这边有一本书，叫做《穷的有品味》，还有叫做《拜托学会倾听好吗》。也不错耶，晚上喝个小酒，坐在吧台上，假装拉开一下哈，看看有没有很舒服。
个是卫生间，我们进去看看。卫生间它有提供吹风机，然后这边有风扇，洗澡的时候也不会那么热，可以吹。我先关掉，因为有点太吵了。然后这边女生用，这边男生用，这边有 shower， 然后沐浴、洗头、洗澡都有，都有了淋浴。我好像戴了幼稚园的小帽子，戴了幼稚园的小朋友啊。这个是甜甜蜜蜜双人房，这个这个真的很素哎，这个、真的是我的菜，就是大地色系、灰色系。然后这边呢，它的所有的窗帘都是比较南洋风的那个木质窗帘，很有度假的 feel， 然后有冷气。上面有一盏吊扇可以循环，这边有个椅子，有个小的吧台，然后这边呢是可以挂我们的衣服，也有杯子。哦，这是三人房，因为今天可能客人没有那么多，如果有三位的话是可以加床的，就是让我们自己选。要如果说睡觉不要影响别人，那可以两个人一人一张小床。然后它一样是南洋风，然后有吊风扇，有吊风扇，冷气也是有。然后这边桌子，然后两个泡茶的杯子，化妆镜，毛巾，衣架。我介绍的还蛮快的。我们去观景台看看吧。出国了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，苏梅岛到了，可以跳下去了，可以潜水了，哇，好棒哦！哦，这边下雨还可以撑伞，好吧，为了你们，我明天来穿比基尼好了，我牺牲一下，哎，真的好棒啊，你不觉得吗？哎，这地方太厉害了。开大概不到10分钟的路程，
去了一家叫做温馨的新家小厨，它是家常菜，这个很推荐它的椒麻鸡，250块台币。这个椒麻鸡很有特色，椒麻鸡我有看很多人推荐这个。然后这是干煎的虾子380，然后这个是三杯的套丢350，然后这个是酸菜炒龙须菜，很特别，250。这样大概我数学不太好，应该1120。然后又去全家买了些特价的啤酒，咦，开动。建议大家记得戴墨镜，因为真的是吃早餐的时候有微微的凉风，然后非常一望无际的太平洋，可是我建议戴个墨镜，因为这样子呢眼睛会比较舒服，然后看起来也不会那么刺眼，就会非常的疗愈，很